大家好，又是我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gel 啊。Yeah， 今天我哋又玩怪物弹珠。冇错啦。今日打啲咩？今日我哋系打蛋糕嘅。上色革命，食一塊蛋糕嘅。唔系叫蛋糕妹咩？佢系咪你自己改个咩？唔知道，我见啲群啲人咁样讲。咁我今日咧就会选择打一只蝴蝶喺度。我将会带八旗同埋人妻。八旗加人妻。Yes。其实点解会带八旗呢？就是、因为呢一关咧系相当之多地雷嘅。嗯。所以咧就建议咧系带防地雷啦，即系扫雷啦，或者加飞行嘅。嗯。同埋都要少少嘅反重力。嗯。但系反而咧，人妻就系啱啱好勉强合格，但又唔系话最适合嘅。好啦，咁唔讲咁多啦，我哋即刻开始挑战呢个蛋糕妹，你所谓嘅蛋糕妹。唔系啊，我都话个群啲人咁讲嘅。系个群啲人咁讲。系啊，总系有啲名俾佢哋。好，水色革命啊，开播。你知唔知水蝶都有名嘅？水蝶叫咩？唔好讲啦，都系两个英文字母。我肯定唔系好嘢。系唔系好嘢？你哋可以估下嘅。好，咁其实咧呢一关咧一开头咧就清晒左右两边同右手，即系左右两边嗰四只小怪得啦，中间嗰只留翻嚟慢慢打。哇，点解咁准精准嘅？你只要打到啲水超，你就知点样卡啦。咁我而家应该点卡咧？咁其实咧，而家你可以咁样系可以嘅。睇卡唔卡落去？应该冇嘅，即系问你打得唔够多水超。我冇乜打水超。当你打完水超嘅时候咧，就发现咧原来卡点系一件好容易嘅事。所以成日话冇用啊嘛，边个唔打水超？所以其實係都還可以，唔可以話去到完全冇用咯。反傷害壁同埋反傳送，係咯，其實都唔差。係唔差噶，但係要好多加彈咯。係。好，你又冇進行成功喎。係咯。點解會咁咧？你喺我隔離。係，冇關係，我覺得。好驚喎。你話你中意人妻啊嘛？呢個係咩關係？影響咗佢。咩意思啊？好驚喎。你知噶？我唔知喎。咁其實咧，殺曬下面嗰次小怪嘅話咧，留翻中間一隻所謂嘅小王啦。咁嘅小王咧，其實打人就相當之唔痛啊。係咁肥喎，啱啱見到佢。係啊，慢慢打啦，其實呢個。你只要好似而家咁啦，就慢慢打，你當下草記都得嘅。嗯。即係如果打佢唔死嘅話咧，你咪當草記咯。如果你打得快啲嘅，咁你咪可以快啲過板咯。其實唔會話呢隻又唔會殺得死你好多。即係如果你啊對比翻其他個人關卡嚟講咧，呢個蛋糕咧十分入面我淨係俾六五至六分到咯。個難度係咪？難度難易度得咗咯，得咗。我會卡死佢。你終於最難成功啦係嘛？得咗啦。係咯。耶！你願發財，你願發財，冇得彈。唔該曬，你做咩幫埋廣告啊？仲有呢個牌子啊？咩嘢？應該係仲有呢個牌子，冇記錯啩？呢樣完全唔關事㗎。错咗就点啊？玩翻怪物弹珠而家系啦，喂，撞落去先。我个八旗系冇咁快噶，原来咩个八旗系冇咁快？即系嗰个最能嗰个速度。最快应该系水超噶啦，其实水超啊，水超系好快。打翻只翻嚟练下。水超要打得翻嚟都一个难度啊，好似系最难系佢。暂时嚟讲数一数二难嘅超住个文咯。哇，因为其他降临未出啊，所以就唔可以叫佢做，唔系你都可以叫佢最难先嘅。咁其實第一關咧打到八旗得翻十幾，超大嘅得翻十幾槍嘅時候咧，都差唔多噶啦。因為之後都有啲龜關啊啲。之後仲有好多，其實仲有兩三關係可以打嘅。哇！咁陣間咧就可以咧，都再儲下技先嘅。嗯。即係你確保到有皇冠嘅時候咧，一定要有大旗可以用到先咯。好啦，呢一版靚曬啲位置，是左右卡，係左右打，左右打，係啦，變曬。好勁。咁因為呢一關咧，下面嗰三隻就主要放地雷嘅，咁就盡量避免去上面嗰方啦。如果你係冇飛行啊，又冇掃雷嘅話咧，就咁就 OK 啦，就咁慢慢打啦。係啦，咁你就左右打就 OK 啦。大家見到啊，係相當之，即係佢上面嗰粒咧就會放一大堆嘅地雷啊。如果你留喺上面嘅話咧，你會變咗食人獸。人妻就唔可以上去啦，人妻就千祈唔可以上去啦。八旗就可以上去嘅，八旗系可以上嘅。上去帮你扫，不过唔使扫啦。你两个呢啲，即系你两个飞行咁啊。咁如果我离唔开个地方，个地雷都会爆炸噶嘛。咁爆炸都系啊，都会造成伤害。好自私啊，飞行嗰啲。唔关事啊，又唔帮人扫，自己冇事啊。自己保护自己，仲唔系自私啊？仲想点？自私打，唔系咁嘅意思啊！你唔可以咁样话佢哋嘅。好自私啊！佢都唔想噶嘛。他們無辜啊，你用他嘛，他們無辜啊，如果不是掃雷關他們沒事，那沒辦法，他是這樣的，每次只是這樣的，說說而已，因為電力不足啊，不是吧，是的，不要緊，不會雷的，不會雷，一定很快，因為沒有電的話會搞到我通關，有什麼關係我想說，
咁你冇電，你自己可以入得翻嘛？陣間開翻機。係喎、啊，我啲裝嗰啲掉低咗你，我借重話俾你聽，就借重。當你入咗層之後咧，打到咁上啦，跟住突然間我斷咗個上網，跟住其他人嘅寵物就係我嘅。咁都唔夠啊！去到 boss 嗰關得翻半行血嘅，即係直接跳咗。咁其實呢一版咧，大家見到左上角係有隻小丑啦，嗰隻小丑咧陣間就會一下跳落嚟噶啦。咁呢一版咧，我就比較推薦都係殺咗下面嗰兩隻小怪先啊，小怪為主。因為右手邊紫色嗰只嘢咧，又係放地雷嘅。咁而家呢一個位置我就會試下卡死佢先。我都卡得幾精準，係爭啲啲。因為我啱啱就研究緊咧，喺蛋糕同埋左上角嗰只嘢中間咧，嗰條罅咧入唔入到去？咁我唔應該諗。你試下卡死只地雷，唔係打只地雷先啦。打只右手邊嘅小怪，撞百旗。哇！真系中意食地雷喎，发现咗哇！差啲失望，咁我哋卡死只王啦，会死啊你！卡唔死喎，好似危险喎，整个靓心出现咗，系 OK 嘅 ，GG 咯！哇，咁你单要阴功，好危喎，冇事嘅冇事嘅，因为其实我哋先讲到咧，呢一个难技数都唔系话太难打啫。只要冇乜嘢發生嘅話咧，就好輕易過板噶啦。有你帶住 OK。整多個心出嚟。冇嘅，冇意思。我呢度有。你一個。左邊心上。呢個。你係咪摸右邊嘅喎？即係你個心咪褪咗過去。摸錯咗。好恐怖。我其實都摸過呢邊。好驚。但我諗清楚，原來個心係自己。我會叫救命。咁其實呢一版咧，我又會建議大家殺咗左上角兩先啦，又係放地雷怪嘅。但而家因為咁，我而家就冇呢個位置唔係咁好啦，咁我就卡會拉線算啦。哇，夠多喎！做到嘢喎，八旗。八旗做到嘢。哇，大話！好，八旗就左右彈啦，撞弱點。比較好。哇！殺到。O K， 靚曬。好啦，應該係個新彈出嚟嘅，我見到個位。哇！靓晒！哇好雷啊！好好多地雷啊！阵间你个龙妻唔系呢个人妻，其实都冇讲错啊，佢龙马人妻都啱嘅，你实兜到噶，我兜到噶，点啊而家？佢而家个位置系几好嘅，佢左右马，你左右再弹，但系应该会差少少伤害，因为黑咗条绳。差啲嘅 ，OK。喂，其实八旗都真系几好用。八旗系一只最实用嘅超绝功能。佢劲啲定系？如果真系要你讲黄泉定佢咧？我觉得佢劲过黄泉少少，因为招必杀技唔练。必杀技咧，如果有阵时咧系可以卡，可以令啲队友咧都卡到点。一卡到点嗰下咧，个伤害惊喜就好咯，好夸张啊！食到。喂。大家看到其實這個蛋糕是18槍超級光能，現在我們得回去超不超到12槍，究竟我們可不可以突破這個超級過關呢？不過白旗挺有趣的，那些人打火都會用，其實我沒有見過，我經常見到，這麼恐怖，是的，還是他只有白旗，可能他只有白旗，其實這一下我覺得你可以左右彈，左右是撞左手邊的小怪，是其實可以彈多少，沒有系可以开大字，迟咗讲，唔紧要唔紧要。应该有只独角马出嚟嘅，呢只独角马咧相当之痛啊！大家小心啲啊，因为佢用啲超霸大嘅伤害。咁我而家我知。咁我蝴蝶就开大字，打人。哇！因为蝴蝶超大技其实都唔系话特别高伤啊。咁我需唔需要八旗开技啊？八旗开技啊，不如八旗开技，我想留翻。咁不如咁。唔好，大约一点半方向。1.5 系咁样，一点半系咁。系啊，先入去嗰条罅同呢个中间。争啲争啲。哇！大家记住小心啲啊，嗰只独角马一阵间就会喐噶啦。我而家咁应该系接咗入去打弱点嘅。哇！啲位置喎，管弹嘅，奇奇怪怪，争少少。OK， 呢啲管弹就超级痛嘅。哇！点先？好。系咪开技咧，老友？唔使开技，你开技就会嘥咗技噶啦。咁而家我就會建議你比較可能呢個位食 high 啊 high 食個細心先。咁樣？係啦。冇錯。好 high 喎。O K 嘅，靚曬。哇。O K 嘅。爆炸。耶，失女。G G。唔知點解咧？佢呢招咧成日打人都唔係好痛嘅啫。已經有好多次我頭。
真係冇事喎，頭先如果我自己打應該冇事。好，我哋有心都夠我哋。係啦，大嘅咁樣冇事，冇問題。我食到個心就 OK 嘅。食唔到啊！咁多個心就夠啦。玩完啦！好靚啊呢下！完啦！完啦！冇事冇事，頂住！哇哇哇哇！出事！開技 Abby 好嘛 ？OK， 其實要開技嘅，真係要開技，真係開技，真係要開技。先食個心先。咁其實海盜招技咧有咩用呢？海盜招技咧就係撞到啲隊友嘅話咧，就有哇哇超死啊！零血過板，勁啊勁啊！專登係嘛？係專登嘅，計好曬。咁講翻海盜招技啦，海盜招技其實同龍馬一樣嘅，但係佢就係反一隻而唔係貫通啦。嗯，大家要留意啊。嗱呢一下咧，我就選擇咧，如果係我嘅話咧，點樣卡佢？唔好，開唔開技啊？大約左右水平啲，高啲啲，即係咁樣。左右係係啊，冇錯。咁樣比較睇嘅咯喎。係啊，一定要最能成功先。得咗咯喎，今次係 OK 啊，靚啦，冇錯啦。點解我叫佢咁做呢？咁其實咧，打呢個蛋糕嘅時候咧，嗰只小怪啊同嗰個會係係即係好容易卡到啊，大家見唔到啊？即係卡落個右手個位啦。係啦，卡嗰啲罅位咧，其實好容易造成一個好高嘅傷害。八旗開大旗應該可以過板嘅，八旗開大旗應該係開唔好住，但係有個咩喎？有冇腳喎？開呢邊，即係大約係咁樣兩點鐘方向，咁樣高多少少，射嘅咯，冇時間咯，方係冇問題。點解要咁做？因為其實八旗大旗咧係要好睇埋啲隊友嗰啲位置嘅。咁佢啱啱咁做嘅話咧，係可以令到我隻蝴蝶咧卡到佢同只小怪中間嗰個超速唔到，又係咁超速。哎呀，可惜頭先諗住超速嘅，可惜超速唔到，爭啲啲，唔緊要啦，唔緊要啦，幾啊？極運啊嘛，極運冇問題，最緊要有極運，最緊要係隻蝴蝶極運。OK， 咁就可以輕鬆打贏呢個嘅水色蛋糕，攞到一個蛋糕妹，蛋糕妹獲取。Yeah， 而且现在看到它有一个加十的活动纵横樽，如果你本身是十运的话，加上这个十的话就刚刚变成极运，超级好，方便你将这只蛋糕 whip 刷到极运。嗯，即如果本身你已经八十多，其实就一路上可以一路上很方便，即是说如果我九十的就当我极运，就当你极运加回十，开两个箱，开两个箱没错，超正喎。所以呢个水色革命呢个蛋糕妹就系咁容易打啦，所以我先会俾十分入面我俾六分啊，难易度嘅话六分。好啦，今日今次呢条片咧就玩到咁多啦，咁如果大家中意呢条片嘅就下面揿翻个 like， 千祈唔好咁 dislike， 系唔好咁 dislike。仲有啲咩想讲嘅，就下面留言俾我哋听啦，系留俾佢听啊，系俾我听，佢会答嘅，我会答嘅，我会睇嘅，我都会答。啊，咁啊，今日呢条片系咁多啦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